上期和绿毛潜入敌阵老窝，想要拿回被抢的东西，结果只有我活着逃了出来，在海上玩命的跑，总算是甩掉了追击的敌人。接下来先去趟交易区，把拼死带回来的战利品都处理掉，出发。OK， 到了，把船只停靠在码头，搬出战利品，然后来到武器店，33,000，利润还挺可观。这趟入市行动，绿毛也出了不少力，收入得分他一半。在武器店楼顶没发现人，这家伙上哪去了？藏在后院的皮卡也不见了，估计是开着我的车办事去了吧？算了，先去把小船藏起来，一会儿还用得上。这绿毛没出去啊 ？Hello 啊，绿毛兄，我回来了。来，这趟货赚了30,000，分你15,000。谢谢兄弟，我以为你也会挂掉，都准备吃你的席了。你在攻虾米啊？我的命可是超硬的耶。对了，还有重要的情报没和你说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昨天在敌人老窝拿的东西价值都不高，真正的值钱货都在3楼的一个小房间里，我身上的巴雷特就是那里拿的。怎么说，有兴趣再去一次吗？去啊，必须去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我要把他们赶出这片辖区。行，那事不宜迟，你去开车吧，咱们现在就出发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车？哪里有车啊？有啊，我不是有台皮卡车吗？我以为你不要了，我就把它卖了。没事啊，咱们还有船呢，这条船是我从敌人老家。船呢？你有没有看到一条船？我横着停在这儿的。有啊，我以为没人要，就卖掉换鱼竿了。我老表不要激动，来搞一根。搞一根，我搞你个。这没车没船，咱们也没法报仇啊，你上车店去买一台吧。买车是不可能买车的，我的账户是只进不出的。你是貔貅啊，只进不出。放心吧兄弟，我们在这里等个有缘人来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是要等个纯路人来卖东西，然后你去偷他的车吗？不是偷，是搞。你就在这武器店守着，我去银行守，得手了就去后门集合。我这么正直的人怎么会遇到这么猥琐的人呢？不是，这都2天了还不来人吗？再不来我就该饿死了。来人了。背着俩包进去了，看样子是要卖装备，也不知道车上锁了没啊。银锁以上的级别我就没把握了，绿毛还在银行那儿，我这也没时间通知他呀。这不行，就上去试试吧，大点干早点散呢。绿毛来了。我操，撬开了。你走啊绿毛哥，我掩护你。 Smoking grenade. Smoking bomb. 绿毛这今天的车技不行啊，追出来了，炸不弹啊。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牛啊绿毛哥，撬锁功夫一如既往的了得。你为什么要丢烟雾弹？我不是怕你被发现吗？走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对了，看看车里有没有剩东西。发现两个背包。当时纯路人卖了两个包，剩下这两个还没来得及拿，车就被绿毛偷走了。看看包里有什么宝贝。第一个背包装了枪和弹药，来绿毛哥给你挑把枪用。这里还有3发巴雷特子弹，直接装上。接下来检查第二个包，金色传说。我去，一背包军火，这2天没白等啊！来，绿毛哥，走一个。
哎呦，我去你的！咱们现在有资本了，什么时候去敌人老挝？现在就去，他们全军出动，下低保开绿卡房去了。又有内部消息了，你这安插的眼线还挺给力啊！出发，端掉敌人老挝。才两天没见，房子就升级成铁皮的了，这敌阵们还挺干的呀，确定没人了吧，绿宝哥？没看到，走吧。走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动手呀！上的是什么锁？银锁的话让我来试试。金锁。那还是你来吧。啊？两秒就打开了，这手里有活儿，到哪都能吃上饭呢。啊，死鬼！我又回来了，尸体被扒了，但装备还在。是绿毛先回来了，不是敌人就好。哎，绿毛哥，二楼的柜子咱们就别撬了，没啥好东西，走，直接上三楼去。OK， 就是这儿，你撬吧，宝贝都在里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绿毛哥，有陷阱。OK， 安全。左边三个柜子交给你了，我敲右边这个，咱们速战速决，造他就完了。 没撬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撬完了，那你来吧，你来。搞定了。 OK， 看看柜子里都藏了什么宝贝啊，来吧宝贝儿。搞错了，不小心把我家瑞瑞的衣柜撬开了。来，上这边检查琛哥的柜子。三级甲、三级头，还有吉利服。哦，穿上，都穿上。接下来第二个箱子，三把狙击枪，两把步枪，也不用装包了，直接连箱一起扛。 OK， 最后一个柜子了，来点惊喜吧。出货了，军火库。绿毛哥发财了。哎，人呢？还是你会来事儿啊，两个箱子直接给他掏空。哎，绿毛哥，这不是你的车吗？被他们开回来了，怎么说，是炸掉还是留下来？撬掉锁开走吧。行，那其他车呢？全部开走，把他们都卖掉。 OK， 那你负责开车，我负责开吧。